看一下欧版的斯波拓剑，这个颜色多棒，这个是月光银，好像这个颜色很漂亮。我当时由于想选它，但最终选择了这个绿，这个绿好像国内的那个长轴版的没有这个颜色，这个是欧版的绿，这个绿色还是有一点故事的，和那个阿斯顿马丁那个老爷车的颜色经典配色是有关联的，厂商是这样说的。旁边是纯黑，红与黑再一个红色，这个红色也是很好看，很耐看。黑色，这是 EV6，如果让你选的话，你会选择什么颜色？它还有一个棕色的比较好看，棕色的也特别好看，这是红的嘛，大红，它还有一个棕的，它一共有9种颜色好像，反正在欧洲这个是一个主打车嘛，所以的配色非常的丰富。